因为我本身也是一个原创音乐人嘛，从很小的时候就开始写，自己写一些小歌，然后这一次在这样一个舞台，我可以看到很多不同的选手的风格各异的作品，我觉得很开心。我这次好像不只是原创音乐大师，而且还做了一把主持，跟大泽老师一起。接下来跟我一起用热烈的掌声欢迎我今晚的搭档，也是我们的原创音乐大使白若曦，欢迎。大家好，我是白若曦，很开心又回到这个舞台。比较紧张啊，但是可以全程的见证这样一个冠军出现的这一个时刻。我也看到了他们今天很卖力很精彩的表演，我觉得从最开始的海选的时候每个队长都很认真，到后来每一首作品一个一个作品的出现，一集一集的升级，越来越好，越来越完整，越来越完美。其实对我来说，对于我这个原创音乐大师来说，我也在看一场原创的音乐盛宴。